电梯，这样子快。你要去拜这个话要骑车的，必须要一步步进，就电梯就不没意思。人家本来就不收门票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诚心，要么不去。对的，坐电梯上去。这就没诚心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是爬不动，后来我低一点的我也进去了，爬不动。我的照片有，等我下。我学到北京了。在哪里？照片。上海哦。早上起的照片。